一场跑千四米，良田福星二号仔，奥文骑嘅，好冷门啊！上次好冷门啊，今次换咗布文，多咗啲飞都系冷门嚟嘅。三号川河冠区而家21倍，上次咧就14只马跑第11，最近期都冇派赛纪录噶，都系冷门嚟嘅呢啲。上仗跑得好系1号9号，曾经赢过嘅本路程本场地3、4、11、13。上場三隻近績馬有兩隻包咗 Q 同埋二重彩。健康之星四號，而家騎師係艾杜拿。上次13，前次8，再前次10，近績就唔好啦。14號，四號仔，檔位四檔，又係跑千四米呢一場。五號。新馬初出有冇飛啊？74倍又係冇飛嘅，落後10個馬位試習啊！5月17號，即係有試習，不過表現一般。騎師係周俊樂，檔位係六檔。五毛仔馬名叫閃亮老窩，又係老窩嚟嘅。六号妙芳华9倍，妙芳华上次20倍跑第7嘅喎，今次咁多飞啊！今次罗富全，我呢只马就多飞啊！呢只马上次唔见得好啊，上次最后250米转弱，上次沙田千四唔中试准，7号时时如衣，上次边线。15倍跑第4，霍恒星今次又理过，霍恒星上一场咪赢咗咯，几好啊！冷门有冇冷门啊？只13号奖金大笑啊！奖金大笑都唔系冷门嚟嘅，都系近绩马嚟嘅。7号仔时时如衣，霍恒星。出擊唔通無畏傑搭著霍恒星，九號仔12倍二槍奇兵呢只馬上次入 Q 嘅喎，上次189倍入冷 Q， 最後400米在內跌穩步上前取得亞軍，上次又係跑1400嘅。千四又後上型啦，就喺內碟揾到個位。10號神州快脆神州，12檔戚威森，上次咧就195倍跑第5嘅，呢啲又係即邊線冷門跑得近。9號、10號都係上次冷門。11號大勢致富。連續兩次跑第5嘅呢只馬，何銘年上次係梁家俊，前次梁家俊，今次換咗何銘年，11倍，唔係喎，11號仔8檔，而家5倍嘅啫喎，隔晚大熱門係邊只啊？係1號嚟嘅，12號仔而家見到呢只叫海船幸運。46倍，巴道海船幸運上次第8前次第9，跑千四米1月21號試過102倍跑第3嘅，今次又嚟過，嗰陣時係潘明輝騎。14號神速馬車，上次唔好，前次好，前次係5倍艾少禮跑第3嘅。上次就9倍艾少禮跑第7，一出緊去啦，一見到呢只爆仔，睇下馬寶先。
八号仔上次第五，前次十几。八号仔曾经入过位置噶，九五八十二就入过位置，三四十一十三就赢过。我要一号十一号，即系要何铭年、何泽耀同埋何铭年、安康万里啊！一号即系安康万里咧，因为近期咧有一第一、第二，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一。蔡俊佳要一号十三号，即系佢要呢个田泰安。田泰安都几好一只马，六次有四个有钱收嘅，两个一，两个第三，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。Michael 要十三号一号，我要一号十一号。Michael 要十三一，我要一十一。一个女仔又有一又十一，不过中间梗咗只九号喺度。九号都好嘅，宜昌骑兵上次跑第二嘅。九号仔而家有十三倍。Jenny 要一号、二号、十一号。我有一号、十一号，佢要二号硬喺中间。二号叫梁田福星报文，佢今日拣几次报文，但系报文今次就今日就好似暂时嚟讲冇乜表现。霍宏星跑过田泰安，跑过即系赢过今日，睇睇今日赢过咩骑师先。田泰安、希威森、霍宏星、艾兆礼，非澳洲人士喎，呢啲叫做。而家見到呢只十三號勁進天下田泰安，十三號都幾好啊，六倍，十一號四倍，十一十三都幾好。隔晚大熱門係一號，曾經贏過係三號、四號、十一、十三，上漲前三名係一號、九號，九號係好唔好啊？九號。宜昌骑兵有人拣啦，宜昌骑兵有个女仔拣啦，周俊乐呢个闪亮老窝未得住个新马初出几十倍，多数都唔得噶。反而只六号九倍，上次第七梁家俊，而家换咗梁家俊骑，个马名叫妙芳华。上次又不是跑得很突出，但今次就多了飛。現在拍著這隻四號仔就叫健康之星，冷門來的四號仔是三十二倍，上次十幾名，十名以外。艾杜拿黑色勁進天下，這隻馬很多人關注，十三號也有飛。十三号就是上次第五，前两次都是第三，再前次第一，再前次第二咁样，即是上次不好，即前四次都好，所以就多人拣。嘅头关即将都上演啦，呢组就四班千四嘅，唔系好多马叫得到飞啦。變相令到呢只安康萬里咧，
首次增程展示咧都熱到辣手。2.3， 其余有飞嘅马咧就系啲旧马啦，大势致富啦，竞进天下呢啲咧都唔系话仲有好多能力喺手啊，再进步嘅马都系跑啲形势。好啦，入闸见到神速马车闪亮老窝，再嚟就妙芳华。都有啲扭計呢隻妙芳華，而槍騎兵咧就唔等佢啦。咁啊，安康萬里咧，亦都喺呢個時候入埋。大勢致富咧，亦都準備嘞噃。妙芳華就都仲未得，入閘都仲有啲脾氣嘅。依家就9.4。好，總算搞掂呢隻妙芳華。再離開上去呢，另一隻冷門快脆神州順利，再嚟就健康之星競進天下。咁最後入閘過一對馬呢，就海船幸運，仲有就良田福星嚟嘅。好啦，3T 頭關第五場交俾閘前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五場賽事，四班千四，大熱氣一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你執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黃衫大勢致富要搶噶啦，響中檔位置有時時遇熱綠色衫嘅埋蘭黑衫咧，仲有競進天下外邊橙衫妙芳華，跟住個第五位川河冠軍，第六位紅帽咧就安康萬里啊，出邊紫色衫快脆神州啊，後啲嘅馬啦先見到咧就名門望族黑色鼻箍啦，尾六到啦內蘭啊淺藍衫咧就二槍騎兵啊，後邊個五匹馬神速馬車健康之星啊，再後邊有良田福星閃亮老喎，暫時電流海船幸運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一對肥喎，咁外邊位置就係嗰只妙芳華，響入邊咧就大勢致富啦，落個零身位守住內欄第三就競進天下，咁啊隔離拍住個綠色衫第四位咧，咁啊仲有時時如意啦，第五位紅魔姐咧就安康萬里啊，響入邊白衫咧就川河冠軍，響出邊咧揈出去啦就係快脆神州啊，名門望族啊，淺藍衫攞埋出去喺外邊位置，仲有隻二槍騎兵追噶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大勢致富仲係佔先少少嘅，見到外邊位置安康萬里就已經沉沉聲上緊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追有川河冠軍，外邊上。淺藍衫仲係只二槍騎兵啊！內欄嗰邊係健康之星，最後百零米安康萬里透出咗半個身位，大勢致富埋邊逼翻上嚟喎，後邊噶嘛，仲有外邊二槍騎兵接近終點，安康萬里中間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大勢致富埋邊第二，二槍騎兵啊第三、第四名。係啊，呢只一號十一號啊嘛，九號仔跑第三。二槍騎兵係咯，有個女仔揀佢，都係熱門嚟嘅。一號係上次成績好噶嘛，一號九號都係上次成績好噶嘛，十一號啊曾經贏過本路程嘅十一號，大勢致富，哇一路都喺前邊喎，真係，最後何澤瑤先衝上嚟，贏少少。有兩啖氣添啊！黃色衫曾經反先啊，但係一號仔叻啲啊！一號仔個賽績都好啲啊，即係跑過四次，有一個第一，一個第二，兩個第四咁樣，全部喺前四翻嚟嘅。一號、十一號、九號，賽績近績啊！睇馬經就得㗎，呢啲唔使睇咩內幕或者咩都唔使㗎呢啲。嗱，黃色衫好似嗰啲格仔，好似黃腳立嗰啲咁樣啫。何銘年單騎放領，後邊有隻妙芳華上嚟。妙芳華咧就係上次冷門，而家單位數字九倍嘅。上次又跑得唔係幾好嘅，即係但係今次好多飛，一隻多飛馬同埋一隻咧曾經勝出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何泽尧只马咧叫咩？叫做咩？安康万里啊，守住喺呢度第四。咁后来一阵佢冲上嚟，咁就同只十一号穿咗 Q 啦。咁只妙芳华跑到呢度都几好喎，都话
可能跑千二好啲喎呢啲。咁啊，十一号仔何明年大势致富，冇几耐就摆脱咗只妙方华啦。咁何泽尧只马冲上嚟啦，即系叫安康万里冲上嚟啦。呢几步走得好行啊，两下手势过咗去，即系以为一赢就冇晒啦。点不知只马有多啖气嘅呢只马，几好啊！何明年啦，冲上嚟，但系都系顶唔顺佢啊！真系一号、十一号、九号。十三号不见了，十三号竞进天下，又是热门来的。